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布斯。这款新游戏是5月11日刚上架 Steam 的《不给糖就去死》。这是一款横版肉鸽冻的游戏，你将扮演优尔玛的店主夏老板，自产自销万圣节糖果的行业佼佼者，探索由多个区域构成的庞大世界，在发现新地图的同时，尽可能的在成群的敌人面前生存下来，这绝非易事。每一个新区域都比前一个更加棘手。战斗是不给糖就去死的最重要的部分，挑选你中意的武器风格，在面对排山倒海的敌人时，发挥劈砍类游戏的精髓，灵活穿梭在战场中，找到敌人的破绽，狠狠攻击。你可以去收集隐藏的宝藏，解锁全新武器，并强化幽灵技能，对你的战斗会大有帮助。在万圣镇的每一家商店都可以为你的生意提供不同的帮助。你可以在怪将弗兰克的锻造铺打造新的武器，或者在排毒巴克斯购买生命强化药水。吸血鬼店主摇摆灯将为你增加背包的空间，而南瓜人则会教你魔法咒语。和传统插画师与动画师合作，结合两家之长，创造出了风格独特的万圣镇。每个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外观与氛围，所以享受每一轮战斗吧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支持一下，这里是木布斯，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游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